我是阿文斯。我们现在教大家问餐厅的要问京都酱的调法。要问京都酱的调法最简单，就是三样东西而已：番茄酱、梅林大酱油跟细砂糖。那它的比例，番茄酱二，梅林大酱油一，糖一，就2:1的比例。三千块贵的话来出这个京都酱。分工定来是番茄酱100克，梅林大酱油的50克。再加也是简单又好做，京都排骨啊，京都鸡丁啊，这个酱汁都很好用。